早安，很久没有录 vlog 了，上次录 vlog 应该是合欢山的时候，就是我毕业倒数 vlog 完之后的下一波 vlog 就是去合欢山的游记嘛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。然后距离我出国还有8天，然后今天是8月6号星期一，是万台的生日。如果不知道万台是谁，可以去看我们的合欢山 vlog，她是我高中的学妹。然后对，为什么选在今天呢？因为今天是星期一，感觉很适合做一个开始。对，跟什么8天还是几天没有什么关系。对，总之呢就是一个 vlog 啦。对啦，我的开头就是在化妆。我平常因为我这几天很难得就是都可以在家里睡到自然醒，不然我之前7月都超忙的，然后所以我都睡到11点。然后我今天想说要录一个开始的 vlog 应该要早一点起床，所以我大概9点就起床了，我觉得很棒。严格说起来应该是8:40啦，但差不多就是9点。然后我今天其实也没什么行程，今天的行程只有晚上跟学妹还有阿英，就是两个学妹还有阿英，所以是加上我4个人去唱歌，就是今天最重要的行程了。然后等一下想要煮个午餐，大概就是这样。我现在要来煮午餐了，然后我今天想要煮金酱肉丝面，但是呢我家没有肉丝，所以我用绞肉做，可能会长得像肉燥面或炸酱面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煮煮看。对，然后我把头发夹起来，它现在真的很长，大概到这边吧，真的很长，然后就很热。我觉得我的金酱肉燥面长得像普通的肉燥面，但它的味道吃起来是金酱肉丝的味道啦。哦，然后我的面用的是韩国拉面，就是我在全联买，然后那个黄色包装的，它好像叫什么不倒翁拉面之类的，就是它只有面没有酱料包，所以我都会买那个只有面的那种，然后回家自己加别的东西吃。韩国拉面就是很 Q 啦。这是我两个国中学妹。
然后等一下应该做一下卡片再睡觉。